我是 Pastor Steven 李志刚牧师，是 Celebrate Church 马鞍峰香港教会的主任牧师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运用社交媒体的世界，信息飞快地传递，除了分享我们的生活乐事之外，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怎样参与，以及我们怎样可以推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呢？我非常支持各个教会和牧者支持一元聆听圣经运动，因为其实参与这个运动不单止是参与一个合一的运动，在复节的时间或者复节前能够更好的准备，能够迎战这个福音的机会，所以我积极希望各位牧者和教会是参与这个运动，因为在复节的前大斋期里面可以有很好的材料和好的方法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复节，而这个不是福音好好宣扬的机会吗？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。我 Pastor Steven 诚意邀请你参与一元聆听圣经运动，一元香港，一元聆听圣经运动。